我以为啊，没有，加很多，不过还好，加很好，就是你可以加，你可以加很多你想要的东西。然后因为那个是你吃完，然后呢，旁边都是另外一份。我上次去吃姜母鸭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重点，下次叫要先叫两份姜母鸭，它那个卤槽比较大，对啊，超扯，那个一个你知道那个加一点东西啊，光是加两包丸子黑的满了，干那个超小，真的啊，然后我们就问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团人去。然后我们后来是人多到就是像这样开两锅，然后就另外一锅只叫一份，之后两个差很多，一个很大，然后煮超多，然后那个就超小，然后煮超闷，受不了，因为太小。还有有no，因为他给的那个瓮哦，煮的那个瓮比较大。大小吗？你没弄啊？然后我都比较少吃那一种啊。固定多的，像这种固定多的，嗯，比较不会没那问题。不动手吗？那我把它滚一点。哎，这是手。刚刚不是统一拿筷子吗？我看你们还没自己分赃。还没分赃，那你还在待在我？哦，他不吃啊。慢讲。没关系啊，小朋友。吃饭还在赃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他打电。等一下他再吃，我们就换我们打，我们要跟他 tempo 不一样。你想丢哪里就丢哪里啊，然后丢我们这里也可以，丢他丢你们那也可以啊。我们这边不接受新派，泡面。不接受什么？不接受青菜。我吗？你就爱吃肉啊！我想啊，这个煮已经烂了。我跟你讲，说拿另外那个鹅肉的鹅网的滤网那种。别放吗？放啊，不用客气啊。滤网吧。没有了，没有那个深度的东西。我想有的话用网那一下，把刀还可以。唱错了，真的假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太阳。哦。他们太大一点了，明天都补。不用啊。好吧。那个单子要撕啊。知道啊。别吓我。防疫松散。含义，哎，现在一堆人都在讨论台湾的防疫。我要忙，可是我们确诊率没那么多啊。可是我们其实，我们的防疫还蛮强的，就是。我有一块牛啊，可是至少没有国内那么夸张。有。开心。你先戴吧，你都摕。真的、啊，没有像我国那么夸张到那种。国外好多地方都在沦陷，那沦陷就算了，到最后就是一次出来一堆的，一点点，一堆堆的。好，那也玩机场，幸亏他的手机现在不是很好，他的手机很好，我相信他里面至少20块。对啊，他有容量，他每次容量每次超过。你要接受菜，他刚才讲了一句话，这一锅不准有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吃肉食性动物。我帮他，他刚才太不划算。他刚才对我讲的话，我帮你重述一遍。你帮我煮菜。你可以从那边捞啊，那边都素食，你看还有肉，我们都没有。要肉来这边啊？那、啊、这不是菜吗？你没跟我讲。我那个是他原本锅底的。没有，不是肉加的。是你家的，你有没有跟我讲？半路成长过去了，好可惜啊！你讲。
啊，最近好多网红。是啊，最近对啊，豆腐是素食。没有豆腐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强制的，我是说那边有啊，你要吃可以现成的。对啊，我帮你翻译一下。可以吃现成。要吃素食，请滚另外一边，谢谢。我帮你翻译一下。没有那么严重，大家也是吃素啊，快吃快吃啊！因为他在家里吃菜吃太多了，不要再逼他。没错。啊，红啊！我很好。所以他今天奶锅 OK 了吗？很熟的吧？那个颜色是熟的，这个只是加热，然后吃骨髓而已、啊。熬汤、啊，你没有你吃、啊，你要用我要用啊，不然你在那边卡住。不是，你是还？你要拿吸管，就拿吸管。我觉得他们跟汤比较淡，我们这边汤比较油。有废话，啊油要拉。丢的都是肉，不油才怪。嗯，啊你有夹东西吃吗？刚刚这些啊。啊，油太好了，要变。多高一点？哎、欸，你们帮小王用点肉，都没东西。有啊，他不吃肉。啊，你不吃肉？你不吃肉？我怎么不吃肉？不反常。那小王坐进去，让你爸坐过去。叫你爸去吃肉，你还吃菜哈？他没有空盘，都让我们装。不然呢？你又不吃肉的。小王，你如果跟我同年纪的话，我一定跟你换。我小时候都一直被逼自己吃菜。是想你家说外面，不然他等下不吃肉，那里他又夹不到东西。不要去夹，想吃什么夹什么，又没他。看得出来就是肉好伙伴。菜我都不知道是要什么，肉好我就知道。所以我叫你去那边是有道理的。有没有觉得碗太小？你应该是再去拿一个。对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可是我是说那个拿一个比较凉嘛。不用啦，你用一个盘子好了。对啊，他就不能跟他要盘子哦。不是啊，我说他有两。是啊，你跟他买一个，跟他买一个套餐。我觉得等一下要拿一个来给我们。不用啊，这有二十桶啊。这个让你丢吧。这个让你丢吧。你的碗不是你要用的吗？算了，我再买一个。还要酱料吗？那你动手啊，不张嘴。对啊，我帮你。你老你老木在帮你用。你老木在帮你用还行，我帮你讲话，坚强。你就直接捞就好了。你被嫌弃了。对。你的汤是不要给吗？我买就要给。鹅肝汤。是我要关的。这是你帮我的床上。你床上就是我床上，好吗？你有事啊？哎，拿那么远。你的房间是我房间，好吗？什么时候你们有那个传说中的那一间是不是？
你们去拿吸管给你们家那个吸那个。他吸完了。你舌头那么长啊？很会吸呢。要变。手一下。好。再见哈，再见了。会怕到了，嗯，没关系啦，不用那么仔细，没关系。先玩第二场，好笑。我现在已经忘记传说是什么。没关系，我差点忘记你们两个的 ID 了。我忘记你们台下不太公布了。今天刚处理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都没有处理，他每次跟我说副会长，我也有，我都被动到。我不知道上面写了一些什么啦，一堆人申请，每次申请之后，他上面就写说不知道查看。我有变小吗？开大一点吧。我已经把申请那红点关紧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混？我那个红点关紧。反正汤不够这一家的。那你右边有个框框啊，周围是可以吃那种。不好意思，我也需要肉。我发现我坐错位置。哈哈哈哈哈。让执掌汤匙的人知道。有因为高丽菜要滚蛋一点，所以会不会太小了？拿公拿冻豆腐来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吃完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麻烦。而且现在比较亏的是你们家有三个盘子，好吧？你们拿个盘子去装啊。你要鸟蛋吗？好啊，你干嘛？我装骨头。来，这剩你两个。好、啊。来，这个大骨，我都跟。这个大骨我不要。还是甜肉。我也救一下。嗯。来这种，还不开？来！你看我下雪吗？你们要不要肉？要不要？来一块吧。你要蛋？你要蛋？王八蛋，都没了。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太习惯讲这句话了，对不起。什么事？我发现刚才有。接着讲一下，我到台北桥干嘛掉下去？接不接？那个对不起。别人不给我们进来。没有啊，因为他们那个乡村太远，差太多了。他们医药没那么直接。你要用阿玉，我的汤会喷出来。过来。尊敬某感。我靠！泉州隔离饭店，六层楼，两秒。塌了，来不及反应，两秒。地震啊？我不知道。哪边的？泉州大陆。那算了，放我没问，他那边不重要。而且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真的是，有点回到以前的中国古时候。那天看到一个什么发？大陆哪里啊？然后他说现在的官员什么有人在收隔离费用吗？跟人家收什么隔离费用啊？有病吗？这个太广了。然后那个大陆那边很多东西是这样子啊。我说我讨厌大陆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帮上他一个人骂，然后我也骂一个人。我不管是不是他们，我不管他是不是人民骂的，重点是他们骂过来，我就不太懂。干，跟你比过你没？干嘛笑啊？没有，你要知道，我上次看一个大陆网红讲的对，因为他们不知道。他们的当权者到底干了什么事？我
肉片吗？哇，肉片给你吃啊！我刚刚我刚刚弄了一大片，但是不好意思，都在我胃里面。Sorry。不是啊，我说的是那个羊肉片。对啊，肉片的羊肉片。一下下。你吃的很爽，那个刚刚是我放的。没有。哎，对，是我放的。Sorry， 我被捞完了。他该捞得很开心，都给我。那我捞得很开心啊。对啊，我很有钱。哦，来了，补给你啊！不要这样嘛。你等一下，你下不去吧？可以。半就好。一半差不多。下羊肉啊，不小心存下来。我的妈！我要做啥？等一下。我知道厨房在哪里。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有要浪费食材哦，我会吃完哦。不是浪费水，让我想砍你而已，对，跟浪不浪费没无关。不要浪费食材，就整锅砸到脸上。真的？不要，这样一点都不浪费，太棒了。对。大骨占空间吗？对啊，把大骨捞出来。啊，这个不是装进的盘子吗？没错啊，没错。没错吗？没错。这不是放生肉吗？对啊。刚刚也没有放生肉，这是我的盘子。有这个汤底，我在抖。用假的。啊。有，他年纪大，手会抖。捞假的是吧？那我真的捞面捞好了。对啊。本来我应该不好。嗯，然后后面有剩下分给你们。我是觉得碗太小，对啊，所以我只好用那个勺子。这样吧，你们加吧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吃菜的想吃什么，对，你们决定吧。我还是偷偷吃隔壁的，是吧？吃菜，菜头要不要？他们也还在滚。感觉滚不赖。滚到痛。这高丽菜也滚不烂，很服，奇怪。就像那国民党在这时候那个陈志忠一样，防疫做得很好啊，为什么口罩不能那个？自家人都不够用，他送出去有病。不，那不是我送，他说为什么不能用家人自己老人家自己做就好，自己 DIY。有那个科技就赚，靠这个赚钱就好了，靠边。我知道啊，那个就是那个。啊，有这个能力，你们就做一做，去卖国外就好了、啊，那有可能。然后重点是他们在那个，又不是那种无尘室做，就是在像正常一般的环境啊，然后用手剪，然后那边剪。阿罗，好可怕、啊！放好布，搭布这布是布什么？放上去，然后再把它车起来就好了，就可以这样带。可以啊，我认为是。你把病毒用进去，你也是带着病毒啊。我们说了一句话，他说。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那国外韩国一个大厂这样收起来会怎么？因为他们做出来不合格，收起来。对啊。不合格是回收，回收到最后就是不堪负荷。哎呦，开始装菜了，这么乖。你要先下热，先下我们那把。已经在吃菜了，这么乖。啊，没有了。下点猪肋嘛，猪他就很爱。我知道啊，你是过儿吗？喜欢姑姑啊？反应很慢呢。老了、啊。这里有一个比你老的，你不适合讲这句话。问题是他身体安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身体欠安是不是？对，多操他。没有啊，不是他欠单的原因就是都在抄他。哪有抄他？你给我抄。没空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每次都没空，就把他抄，真的干得好。你就好好的话就讲，哎，肉好了，你的肉好了。走。那你妈那边是现在住家而已啊，没有卖东西的。
什么？淘汰掉了啦，早就淘汰掉了。我说他现在住的地方，我下估了。没有啦，我下估了。跟他们一起住了啊，我下估了。加给妈妈。我在淘汰掉那边，因为那边我去过，去了要啊，收起来，然后就。我穿豆腐哦，可以啊。然后还想去吃吃，早上让他们收起来。反正我大嫂回来做了啊，那新的那间租不起来啊。那很难讲，那时候他讲的，没有，那很难做，真的做起来是不错啦，没有的话。没有，他们那一间因为做很久才有。人家本来要拍卖掉的，被留着。对啊，至少这边没了，还有另外一边嘛。没啊，他做不起啊，一开始跟他讲那么久。你要看地点在哪？够热闹。不是的，他小，他在竹州国中旁边，他结果就来一个，对吧？直接就这样。有用到你吗？旁边就好，学校要多一点，不要两间而已。没有学校，中学没说他卖太贵了啦。啊？他卖多少？啊？他卖台北市的价格吗？对啦，卖那种早午餐、早午餐精致早午餐的价格啊。那绝对没人买，对，没太贵没人买。因为学生，学生一定是找便宜买。他做的再好又怎么样？没有啊，他那种状况的话，就变成说不能在学生旁边卖啊。对，他只能在社区那种卖。一般是蛮主的商业大楼那种。异想天开美，那他那家店原本我们家那也是我爸妈帮他撑起来的啊。他会弄没错，问题你没有当地的一些关系谁鸟你？一开始啊，啊问题是他一开始我爸妈帮他打理的生意都很好。有警察吗？很可怜。哎，你们吃一点啊，都夹给我。吃没有啊？因为你寿星呢。还有吃啊？明天。明天了。是啊。他过了一天，他还差一天。啊，方便啊！再炒方便吗？然后煮了一堆蛋蛋。不是容易。奇怪，烫到的人没叫啊，被烫到的人是我烫到了，我没叫。你们两个真的怪怪，帮人家叫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为什么？等小黄要吃什么，自己去夹，拿盘子给你，自己夹、啊。跟我们出来吃啊，带，还好没东西。我们出来不用客气，客气没东西吃。我靠，一盒1000欧元，干啥小？我刚才说的，他说口罩那一个啊，400多块吧，好贵。冻豆腐要多少钱吗？来啊，冻豆腐。如何？还放小心，来哟，过来。我这个拿回去啊。回去啊。要不要打？我好像要蛋很慢。那个，你要不要稍微多一点？吃小片一点。对。来，下吧。大片比较。太温了，太温了。大概这样，也不用太小片。没关系啊，我就已经开始到处都是了，还没几个。我拿，我拿。阿勋一啊。